带着学生边运动边讲英文。鼓山国小的外师 Maya 用硬式橄榄球给学生来一堂户外体育英文课，营造不同情境，让教学更贴近生活，给学生更亲切的英文学习空间。I really love teaching English and also using physical education to teach English because I feel like it gets our students really excited to be able to learn English and also maybe a new activity, and also to be able to come outside and be outside under the sun and the trees. And I feel like it gets their attention more than just sitting in a classroom. I will teach you elephant pass. Okay, 多元的中英双语教学，除了减低学习新语言的压力，让学生轻松开口讲英文，也在课程中融入不同的文化，在学英文的同时体验不同的文化风貌，学习成为世界公民。上这堂课之后我会更喜欢讲英文，因为很好玩。因为很好玩。上个礼拜我们其实有结合了感恩节活动的部分，然后也由外师来介绍到底真正的感恩节，在美国的感恩节，他们家的感恩节是怎么样的。对，然后有很多观念上的澄清，会设计这些东西是想要让英文变得有用，然后它是真的跟这个社会在做连结，认识自己，然后也认识我们以外的其他国家，也其实不一定是美国人或美国文化，而是其他的文化这样子。鼓山国小的英文老师用心打造特色双语课，增加孩子使用英文的机会，提升熟悉度，让英文不再只是考试科目，更是活用在生活中的工具。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。